王俊凯微博公布大事，王源亲自回复，网友们的手都抖了一地。王俊凯微博公布大事，王源亲自回复，网友们的手都抖了一地。王俊凯微博公布好消息，看到王源给出的回复，粉丝们都坐不住了。 TFBOYS 是中国内地非常出名的男子演唱组合，三位成员所获得的成就都非常高，并且个个都能歌善舞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。最让人感到难得的是，三位成员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很默契，但是在分开的时候却又完全不一样，如今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得很不错。近期王俊凯在微博上转发的一条消息，正是王源发布的新专辑《源》，并配文称支持新歌《源》，引起了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。